香港朋友，而家係天光三點，我希望一陣間幾個鐘頭後可以報到名，咁亦都希望我可以參選呢個超級區議員，因為我本來係有20個支持者提名我嘅區議員，但係聽咗幾個電話之後咧就少咗，所以我而家咧必須要等到聽朝一早去報名，咁我又唔知道我報咗名之後佢哋可唔可以將個名提出嚟或者取消佢，咁我希望你哋祝我好運，我亦都希望有機會參選，多謝你哋。